好，我们这边石头剪刀布吧，好不好？来，石头剪刀布。姐一定要赢，赢了咱们就第二名了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 少数派可以吗？少数派，少数派。哎，我少数派不行吗？哎，这不符合少数派的规则吗？少数派，应该是黑白配才好，黑白。好，来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哇！你们保住了你们的十张乘法卡。哇！好，所以第一轮进行比拼就是我们的金汉。 白宇，命都在你手上，稳了。这就是我，你看一下，你这跟我们一对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他兴许只是看着瞧。来，我们先石头剪刀布决定攻守顺序，石头剪刀布，好，白宇先攻，准备，挑战开始。 哇，好猛啊！哇，没有没有没有没碰到，是T恤往后，T恤碰到水了。我跟你说，真汉可猛了，他健身，还是得缓一点，还是得认一点真啊，认点真，认点真。你这个不使劲，他你绝对焊进去了，他绝对焊进去。我现在输了一分了是吧？ 哎，你这个不算，因为你是你的衣服往下了，输到时候会很明显的。<笑>好，白宇进攻。好，现在他已经开始助力。嚯！天哪，这！到金汉进攻。准备好了啊！哇！ 好，这就是输一分，这是张正石输一分。现在1-0，轮到白宇进攻。加油，咱们拿一分。嚯！根本推不动。金泰每次上来的时候都好恐怖啊！加油！哇！ 好，2-0，没事没事。白老师真的很努力了，但是金汉他的这个角度始终没有超过45。对，这其实是有一个核心力量，对，和一个体格上的悬殊啊。白老师，倪妮在旁边说：“你快换下来，把那个白宇换下来给我说。”我能推到这里面去，直接砸进去，跟最后那个惩罚壁画一样。 这个环节感觉就是为我们白队夺胜定做的，没关系。好，白老师还有一次机会，来，加油，来。好可爱，好可爱，自己小心，没事，白宇，我们在等你。别紧张嘛，你别紧张，别紧张，别紧张。哎呀！ 其实已经控制了，好，现在金汉赢得了比赛，我们先把白老师送下来。太难了，胜不骄，败不馁。有请下一位受害，哦不对，那个有请秦霄贤。<笑>老秦撸着他并不存在的袖子，鼓起了他并不存在的勇气。哇！你看，肌肉。 太吓人了，这个一个杆儿一个墙了。好，我宣布一下这轮比赛之后的大家的成绩。怎么了？早了。不礼貌，不礼貌，不礼貌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还有选手在上面呢。还没比啊？哟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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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接戏，不接戏，不接戏。太难了。我就跟你商量一个事儿，怎么说？咱们就是快，怎么样？ 行，我起来，我推吧，你就推我，行，好不好？行，先石头剪刀布决定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老秦先进攻，来，3、2、1，哇！<笑>
他体面，我的天！来，老齐进攻，来，老齐进攻，漂亮！结束了，就赶紧把他放出来。 你已经很体面了，老齐甚至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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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汉来了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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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不起，二位老师，我自己躺下来。我们汉哥陪你躺了一个，来来来，擦一下，擦一下。 我跟你说，这个游戏身体上绝对不会有任何伤害，心理上，我心痛了。我本来以为你戴的是墨镜，原来是泳镜。<笑>中间有一瞬间，我看到老秦在里面仰泳。<笑>悬念。这一轮我们惩罚卡目前最多的是我们的绿队。 50张，我们搞半天干成这样。第二多的是我们的白队，35张，最少的是我们的棕队，30张。耶！好，现在呢，无法评分的情况下，是队内商量，可以评分的情况下，这一轮同进退，也就是说，棕队是每人10张，哎，50张可以48:1:1吗？ 评分的基础之下，然后再稍微协商一下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哪两个一啊？要干嘛？我零进来的，我48走，我凭什么？那你零进来了，你一走。白老师根本都没坐在你们的队。他去聚轩去了。48，48，48。你48，我俩11。 好，分好了吗？分好了吗？他俩都17，我16。哦，好，哎呦，真的吗？对他俩要一样，说他俩17，我16，我得跟他们不一样。<笑>你们呢？11、12、12，对，12、12、11。好的，现在惩罚卡已经分配完毕了，必须说大家现在通过这一轮的团队作战之后，所有的惩罚卡非常的接近。 但是最后一个挑战将会导致各位的惩罚卡发生非常大的变化。是的，所以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机会。我们进入最后的挑战。